考中文 listening， 我一定好有信心攞五星噶。我要开始我嘅夺星之旅。哇，正喎！第一个系要尽量做晒啲题目，哦，系。哇，我乜都唔使做就有咁正嘅 tips 咯，留心听多几个先。第二个系做得越快越好。第三个系咩话？你话太长，要 send 个 message 俾我，好啊。MC 秘笈：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长短不一要选 B， 三千不齐就选 D。 哇，咁咩啊你？唔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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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。系啱啱嗰个情况，就出现咗 positive externality 啦。social benefit 包括 private benefit 同埋 external benefit。头先啲 tips 好正啊！有咗呢三个 tips， 我仲唔攞得粒星？真系连个天都帮我啦！今次功效嘅上款系中佢。哇！睇嗰只楼咩？咩事啊？啲人知唔知道咁会影响到其他人噶？唉，哇！个主角咁唔好彩嘅，临考 DSE 仲撞正 negative externality 喎。social cost 包括 private cost 同埋 external cost。唉，我先成成绩乜都冇温过，写多得啦，好惊啊！哇，又是你！中国语文卷三及卷五即将开始，请将你的所有响漏装置关掉，及把你的私人财物放在兜底。我们现在即将派发试题。好窒啊！好窒啊！喂呀，有冇搞错啊？佢将收音机条天线拉到咁长，会影响到我收音机嘅收音噶喎，好窒啊！点听啊？今次主角就遇上一个超级大嘅 negative externality， 个考生将条天线拉得超长，但系好明显地，佢咁样做会带嚟 external cost， 因为会影响周围嘅收音信号。令其他考生在没有收到任何赔偿之下受到干扰，听得没那么清楚。还有啊，个考生的行为还会带来 dead weight loss。昨天温了这么久，希望今天可以有好成绩啦。啊，我们今天又唱歌，今天唱什么歌好啊？唉，怎么做好啊？他又来吵住我了。咦？其实如果 transaction cost 好低，同埋有 well defined 嘅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嘅话，我哋就可以用 market exchange 嚟解决 externality。喺呢个情况，因为个小朋友身处公众场合，佢有权重炒，因为个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well defined， 加上 transaction cost 比较低，所以主角就会选择用 market exchange 嚟解决 negative externality。